国史社考察团。哇，你们三阳工业这么棒，还有国史社考察团。哈哈。
哇，这个狗屎色厉害哦！一二三，耶，赞！啊，尖角色的来，尖角色的好。好，我知道，没问题。啊，多用。啊，我弟弟是猴弟。前年暑假，我们这里面有发现黑熊，结果呢，我们那个居民跟那个游客哈，就打电话给派出所报案，结果呢，我们的警察就派了部落里边凶神恶煞的猎人就进场了。那个猎人个头不高，他那个眼神啊炯炯有神的，结果啊，没有想到我们那个猎人一进场啊，那个黑熊一看到他就跑掉，超级有效的。结果呢，那一天下午早上立了牌咯，有熊出没，注意安全。在咬人狗的底下大号了，哇，叶子又大又漂亮，他就把咬人狗的叶子拉下来，经过肛门这么一插毁了，痒的要死。结果路过的人说，你是怎么了，怎么糟蹋成这个样子，我在这边跟大自然和平共处，就拿它的叶子一擦，你看我的大便还在上面，弄得我好痒。那个人一看，啊、哦，要死我这个，这个很痒的，对啊，我都快断气了。他说你忘了我们的山林智慧吗？在哪里受到伤害，哪边就有克星嘛。结果周遭一看的都是姑婆那个，结果他就跟他讲，你给我趴到，他就趴在那里喽。路过的人就折起了姑婆的叶柄，往肛门周遭这么一擦，好了。为什么好了？以毒攻毒，酸性毒、碱性毒综合掉了。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夫妻档的，我们这里头啊，充满芬多精，充满负离子。你们夫妻俩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手牵手回去就好。孩子这么吸不完，会胀来怎么办呢？漂亮！哎呀，爸爸自己处理掉了。所以我爸爸的脸蛋多漂亮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爸爸1997年9月7日走的哈。往前走到隧道口等我。好，前面有个大平台在那边等我，你们两个就是领队了。我们这一团真的是建交一组啊。如果你们有看到底下深潭的鱼哈，大概都大过我的手背，现在太干净，而且已经干净一段时间，都上游去了，都往上面去，所以它不会留在这儿，有的话大概就有几只。前面有个深潭，你看看里边有没有。
啊，猴弟在前面，你们把猴弟走了。我带的团啊，有史以来跟着我上第三阶最多的一团，我最大量只带过35个人上去，结果你们今天大概有60个人跟我上来。30几岁，对啊，那好几年以前哦。啊，再150公尺要跨过溪了。现在都会闻到马告的味道哈，因为有很。走下面就可以了。对，往上攻，往上攻120公尺，在里面等一下。那个石头可以踩的。不会危险，没有问题。这个就是我讲的独木桥，你们要往这里攻。对，120公尺，等我一下。刚好在树荫底下。来跟德勇打招呼，耶、yeah, ，好，很好。哎呦，还有那么多人来啊！我们待会直接攻顶哦。这个地方原本你们站的地方是3米深的，最近这个台风呢，因为水量不够大，淤沙了哈，要不然你们不可能站在这个位置。这边3米深，那个里边是6米深的，现在那边只有2米深了。那个拍照的要进去，我再拍一次。好，你们要看这边自动的哦。再来一个。好，1、2。
胜耶，好棒好棒。好，你很棒，好，你走，往前直走，不要向右切，走。你这个步调好快，跟到我后头。好，往前直走，不要向右切。600公尺就看到子母瀑布。你们一上来碰到的是千杯树哈，本来有三棵。千杯，千杯，再千杯，结果不够千杯哈，我们把前面两棵给锯掉了。如果千杯的话，我们继续摆到。好，为什么有人会来这里居住哈？他们以前住在我家对面那个榕树社区，因为榕树社区被日本人规划为弹药库，他就把老百姓赶到这里来了，所以这边有50几户啊，都是被日本人赶过来住的。结果日本人战败了离开了之后呢，他们又回到他们原来的社区。上来呀、啊，还在拍照，但是经常会垮，还是会垮，因为那个只要一下大雨，那个土质碰到水就软了嘛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好，等这边的哦，要不要我帮你拍？还是你要自拍？你要给他们自动？这边摄影一下，哇，你们很强，你们是很强的，好，夫妻档啊，如果你们想去泡。跟我，耶，睡得好 ，Go， 好，哇，好棒好棒，耶、yeah, ，好，耶、yeah ，好。
届还可以不拍照，第一届拍照老地方，那雪林瀑布。好，拍完照准备下游咯。哇，反正都湿了，就给它湿下去吧。这个哦，那太棒了。哦，你这个本来就是溯溪鞋吧？对呀、啊，溯溪的。哦，那太好了。没办法，一会儿知道会湿湿的。哦。没有再上去了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边终点。就是这么好玩。这个很漂亮，哎，看我一个，耶，是哟，好。我在摄影，你们走吧。注意安全哦。哇，好棒好棒。赞哦。好了，我们直接下去咯。往那边走。是哟。好，我们要准备下去咯，因为时间来不及咯，11:30用餐。
踩那个石头，对，石头，对，那个石头是安全的，然后扶着这个木头过去，安全，安全。好，往下走。好，我这边也有摄影。好，看完他，看我。好，一二三，耶 ，OK， 好，走。来，我在摄影。对，他们能攻的让他攻，不能攻的就是，在底下玩。不要再等待了，好，直接进去德佑的餐厅里边了哈。四周围都有洗手台用，洗手用餐。要不然餐厅的饭菜都冷了。好，回程喽。要加码咯，山羊工业的，我们离开这里咯。你们要超越我，等一下我帮你们拍出去走出去的状况，很美的，这个走出去很美的，那个景呢看不到人影，但是很美的，哇，你看看，哇，那个身材多漂亮。哇，睡。这样就对了，就是要摆姿势出来，跟德佑打招呼了。好，当女人啊，要当阿美族的女人，阿美族的女人拥有最大的权利，她随时可以把老公给休掉。啊，当女生好。
香米，紫香米六分之一，白米六分之五，就照这个比例做就好了。